黑豆啊，耍猴戏的这门手艺，在咱们村儿有上千年的历史了。耍猴戏走江湖，讲的是道理。要记住，不忘动，动必有道；不图语，语必有理。 不苟求，求必有应。不虚行，行必有正。这位盘棋，吃的哪家饭？祖师爷的饭。转的是哪家山？朋友的山。拜的哪家码头？老枪和木头。 老何。